欢迎大家收看 TF 少年购第二季。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开场突然变多了好多人？对啊，旁边多一个我。你可能需要介绍一下吧？应该不用吧？王俊凯认识我吗？你是谁呀？其实后期可不可以麻烦打一个 logo， 就是第一期的 logo， 因为我发现我们的 logo 已经变了。我就是第一期的 Mr. Go 先生，虽然说长得有点不像，是因为节目组。那你就直说你就是那个狗不就对了吗？不是狗，是 Go 好吧。 OK， 那是 Go。 那个王源介绍一下我们新的 TF 少年 Go。 好，那么大家看到我们 TF 少年 Go 除了换了场景，换了非常非常高大上，然后多了非常多的新成员之外，还有我和刘志宏身边的字 Go。 我说一下是 Go。 哦，那啊 Go 不就是狗吗？那好，够先生，除了你之外，我们每一期的少年够还会有一个主题与大家分享。所以就是有点像以前的原来这样的。可以说是。那这整期节目就被李晨包的节奏吗？我有那么土豪吗？哇，土豪哥求包养啊！开玩笑的啊，继续讲节目吧。那么就请刘志宏来揭晓一下这期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哇哇，什么时候有这个人的？哇，F 后面到底藏了个什么东西？对啊，拜拜。本期 TF 少年购的主题就是胆量。对，胆量。我觉得这期的主题倒是蛮适合你们的，那 TFBOYS 三人，特别是王源，就是你们这个暑假经过了很多的大场面，连央视的现场直播都上过。对啊，所以我非常非常有胆量啊。你确定有吗？真的有。千玺和小凯应该就有发言权吧，你们要不要评价一下他？我觉得王源的胆量就是还好吧。就是还好，就是上舞台的时候有点虚的。
有没有具体的胜利呢？就是，少年中国强那次吧，然后在后面等的时候，就彩排后了，就实拍的时候，王一在后面说：“哎呀，怎么办？好紧张，怎么办？怎么办？”就不要讲这种大实话了啊！所以他每次上舞台都会这样讲。对。那既然他俩评价你，你要不要评价他？我评价一下千玺吧。千玺的话其实胆子还是比较的大，然后小凯胆子也比较大，因为他们都敢和我一起看鬼片。哎，就只是爱看鬼片所以就胆子大吗？对啊，而且千玺还曾经边看鬼片然后边上厕所然后睡着了。千玺你称你胆子大吗？我觉得还好。他都觉得还好。对啊，不过在你们讲话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冷落了几个人，就后边那一群新同学，那个刘志宏好像听说你是他们老大，要不要介绍一下？对，大哥给他们介绍一下。好，接下来欢迎我们 TF 家族的新成员。不过我觉得好像应该不能用新成员来介绍他们，因为好几个面孔我觉得一年多前就见过。对，我也见过，真的。哇，所以进公司有一年以上的可以举下手吗？就你一个吗？还有我。好，那刘志宏，要不要让他们做一次我可以啊，就那个小易吧。好，麻烦小易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起立，谢谢。起立。起立 ，stand up。大家好，我叫小易，我就是。您的全名就叫小易吗？我去，哇。哇，好风流倜傥啊！好风流倜傥。其实我比较喜欢打篮球，虽然我每次打篮球都不回篮球打到，可是我抱着一颗不放弃的热爱篮球的心，耶、yeah ！因为我相信你是志同道合的，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一定会征服他的，因为对篮球不会跪在地上给你唱中。等一下，就是你第一次面对我们的摄像机讲话吗？是的。所以会紧张吗？会。会 ，OK。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胆量的，因为。这是会的节奏吗？我记得你们第一次好吗？对呀、啊，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就是个小胖墩，然后在那叫我叫叫叫。大家好，我是圆圆，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平时我比较喜欢打篮球，谁来挑战我？以后我会带来更多更好的歌曲献给大家的，期待吧。谢谢小易，谢谢小易。然后我也请我们的黑衣人麻烦端上两杯那个苦瓜汁好不好？为什么？是给他们的惩罚对吧？没有啊，给你俩喝的。为什么？因为人家胆量比你们好，好不好？谢谢黑衣人。给我们？给我们？为什么不是给他们？不是给他们吗？好一样的，你是不是跟他们没有什么？是不是啊？欺负大哥是不是？哎，对了，我觉得这是。就要给带头大哥喝嘛，因为欺负吗？你们说有欺负吗？没有。说得好，我觉得既然是你的小弟，所以你的小弟干得很好，所以带头大哥就把他喝了。好，就这样。你也要喝？你看，我想带你喝，但因为看我……可以。好，开玩笑。大家叫他们干的好不好？干的。不错，谢谢。现在是不是喝了苦瓜汁更有胆量？我觉得神奇其实，但你伤了我的心。好，既然刚才你们已经评价了我们的新同学的表现了，那 TFBOYS 你们想不想听一下你们师弟对你们的评价？是吐槽还是评价？评价。哦，哎，当然在现场你们敢吐槽你们师哥也是蛮有胆量的，谁敢举下手？好，晨晨，还要吐槽什么？师兄们在舞台上表现得非常精彩，他们都很放得开，胆子非常大。对，但是他们也有各自的特色，没错，值得我们学习。好的，我欣赏你，不过我有这么老吗？是爷爷。好，那你这不叫吐槽啊，对啊，你这叫表扬，谁敢吐槽的？举下手，都不敢的吗？小易吗？我看到你举手了，你有吐槽了吗？你这是乖孩子，你就不要再诱惑他们了。对，这是乖孩子，我敢吐槽。好，那这样，我觉得他们现场不敢吐槽的话，
真的在网上肯定有人敢吐槽你们，你们相信吗？相不相信。其实呢，我们节目组就是打算在 QQ 空间收集一下粉丝对你们吐槽还有意见，你们先互相猜一下，如果我们收集的话，粉丝会吐槽点有哪些？对，就吐槽你，就这个吐槽，对，就是你。指我干嘛？我是说对你们的吐槽好不好？就吐槽我们在你的衬托下变丑了，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我戴了头套，我才会衬托你们变得很好看啊！万一我取了头套，我站这就太夺目了，对不对？他性格也是。那好，好，那个王源，你先猜一下，如果我们收集吐槽的话，吐槽我们帅到没朋友。帅到没朋友。王俊凯，这算吐槽吗？那王俊凯呢？应该会吐槽，就是身高问题。是吗？谁的身高？你的身高啊。我的身高吗？对啊。为什么？你看你才刚进化，不要再听我了。你才刚进化哎。对，你才从二次元进化到三次元。没有，下次我会再进化完整一点的。好，千玺，你觉得？我觉得是你的头型跟刘诗诗的头型。对 ，Flash 靠吗？对，还是那个飞。好吧。不能人身伤害。这是你的永远吐槽点。你们是有提前收集过这个问题吗？那么接下来就是我要说到的话题了。QQ 空间粉丝专区正式上线 ，TFBOYS 带你去疯带你飞，更多吐槽，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我们的认证空间明星部落，大家请期待。结果你这最后一段就是为了打广告啊！我发现我自己也蛮拼的，好不好？和你们胡说八道了这么一大堆，我还能把这个广告词给加进来。其实我也可以加进来，大家一定要关注 QQ 空间和明星部落哦。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还是熟悉的声音，然是熟悉的 TF 少年 GO， 当然还有熟悉的你。随着我们第二季 TF 少年 GO 的开播，我们的资讯环节也再次回归大家的视野。距离上一季最后一集 TF 少年 GO 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有余，而这两个月期间累积的新闻现在倒也不能再用新闻一词称呼了。那么索性不如将这两个多月的新闻浓缩为以下花絮和大家分享吧，以此来庆祝我们 TF 少年 GO 第二季的播出吧。户外的空气远离城市喧嚣，你生病咋不好，不赶快出来跳跳，快节奏会让你情绪升温颠倒，升温颠倒，摩天楼恐惧症像是活在监牢，要知道你要的什么才最重要，要身体还是钞票，快乐你买不到，幸福你也买不到，换掉那些烦心的需要，自己用心去创造，把不相关的甩掉，用心去
非凡的难的事情，别占据你的大脑，感到快乐大声尖叫，怎么努力我们知道，千万不要骄傲跌倒，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跑跑跑跑，尽量不要迟到，趁着梦想起跑，前方的路我已经看到，视野慢慢变高，视线慢慢知晓。令人期待的 TFBOYS 第三张 EP 青春修炼手册也将于10月17日正式发行销售。本张 EP 包含青春修炼手册、幸运符号、快乐环岛以及信仰之名四首单曲。每张 EP 也将随机赠送深写一张，全套共计15张。目前周边店也在做随机发货签名 EP 活动，不想错过首轮发售的四叶草，也请一定记得10月17日的正式上架时间哦。新闻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 TF 少年 Go 第二季第一期，本期的主题是胆量。嗯，这个好有胆量啊，豁出去啊。对，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吧。小凯，你觉得胆量是不是和舞蹈唱歌一样，是一个越练越胆大的过程？不是。不是吗？才怪。好，那就是果然是个智商不够的。
所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舞台时是哪次？中国达人秀的海选现场。当时你第一次的心情是怎样的？是很紧张。所以是很害怕当时的舞台，对不对？对。如果现在再让你面对当时的画面，你还有胆量看吗？应该没问题吧。OK， 因为你看好多遍。那好，我们看一下小凯第一次唱歌的画面，谢谢。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俊凯，我这个唱的歌叫。可以开始了。真的要放啊！真的放啊！哎呦，这不是第一次那个啥，这是蛮好听的，马上高潮了。哎，没有了吗？没有了。哈哈哈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都凭心情。好，谢谢。王源，你要不要点评一下小凯第一次的？保证不打死你。哦，我觉得唱的还是挺好的，就是。有点紧张，但是声音是非常棒的。然后我说一个细节，刚才在放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说，等一下，高潮来了，啊，破了，他就一直在这样说。好，我觉得你看的还是很兴奋的，是吧？没有，我觉得唱的其实还是挺好。但你刚才笑得很开心啊。保证不打死你们两个，我跟你讲。哪条规定我不能笑了？行，小凯，不是王源，他说他笑得很开心，我们看一下王源的，王源的有吗？啊哈哈哈哈，就是这首歌。糟了，到底呢？啊！不知道，这么冷，不知道。你可以揍他一顿的，我觉得。王源，什么心情？很好。所以有的时候在说自己胆子大的时候，你要想自己有没有胆量去面对自己黑历史。刚才在看的时候，我看见千玺一直在看我，对不对？我在看王源，我觉得王源表情要哭了一样。没有，但是你有在看我。所以我们是不是还唱你的视频啊？看一下千玺的是什么？还有 Tell Me Why 吗？嗯，唱这个。不要放这个。王源。Tell me why. 我猜对了。他们以为打他了。我猜对了。千玺包容不了了。是，我觉得看你们以前的视频，再看你们现在的表现，真的进步蛮多的。有没有？有。小凯呢？千玺。有。那你的进步是什么？变高冷了。对，变高冷。变壮了。但是呢，这里还是要表扬一下小凯，真的是有非常尽到一个队长的责任。刚才小凯自己也说了，就是说王源自己在后台的时候经常紧张。我还记得到第一次，王源和王俊凯去参加黄金年代，然后当时第一次
王源上台，然后王源当时说啊，我好紧张，我好紧张啊。结果小凯在后台一直安慰他。然后第一次415个音乐台的颁奖，当时王源也说，哎，我怎么这么紧张？然后小凯在后台每次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对不对？嗯。所以你是不是要谢谢一下你们这个？谢谢。诚意一点过去。哦，还过去啊？对，过去。烟。谢谢谢谢，没关系。梳洗的小路，话叫做 no draw no die， 大家知道吗？知道，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但今天呢，我们你就是在作死。哎，正是因为作死，今天我们还要继续玩下去。刚才你们看自己的黑历史是面对已知的恐惧，接下来的游戏呢，我们就是面对未知的恐惧，好不好？其实刚才也是未知的恐惧。这样。我们三个人派一个人，然后他们再选三个人，好不好？好啊。我们三个人的话，就是你了。你们两个投票，大家不会想看我参加。你们两个猜拳，你们两个先猜拳。这样吧，我们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他参加，好不好？你出什么吗？我出石头，我出帕子。好，我这样，我们一起出石头，然后他就。哎呀。哎呀，哎呀，怎么还猜不出来？你是王源，好，我们派出的代表是王源。然后那边坐着我，锦珠、王俊凯、千玺。四人分别抽签选择一个未知的恐怖箱，在本环节内，挑战成员需要通过触碰箱内物品或者生物，确定箱内装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猜对或没胆量继续挑战，那么我们仍然准备有苦瓜汁给你品尝的哦。如果赢了有什么奖励啊？赢了吗？赢了就表示你胆量大、不要小看这个奖励，在你队里面证明你胆量大，这是很棒的哟。对对，太棒了。我们从好假的刚刚开始好吗？加油加油加油。好好，现在心里怎么想的？我很紧张害怕。别怕，大哥在这儿。好老实的孩子。啊！哦！啊！哦！要咬人了，要咬人，咬人，咬人！蚊子。没事没事，就是、没事，这是我们家的嘟嘟，没事，可以变成狗狗侠。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对对对对对，往后，往后，往后！往后要咬人，要咬人！你不能看，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对对对对，就这，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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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就这。是什么？什么？你确定吗？你确定？错了的话有惩罚哟。好恐怖啊！带毛的。要不要再摸一下？你来摸了。谁怕？王源，你要不要感受一下？我不要。哦，王源不愿意摸是吧？那我们先让王源摸好了。你家嘟嘟，哇，哦，好恶心，耳闻感觉，好恶心，最角落。我有点，有点怕。王源，但是我怕被你们坑，万一我手摸下去，哎，是嘟嘟，那我就笑了。会咬人的，最角落，最角落，会咬人。快快快快快快！会咬人。这边走，这边走，对 对, 对。这里吗？对对对，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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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不是你嘟嘟，再往下一点。活的，我快了，那是活的，我告诉你。活的。哎，怎么？再往下摸到底。王源是活的。我是活的呀。哎呀！他没摸到是什么东西，再摸一次吧，还要重新摸。我刚才就感觉他那个皮很粗糙，可能是牛蛙或者青蛙吧。你摸到了吗？青蛙。蛙。你确定吗？是什么蛙？牛蛙。牛蛙吗？我喝苦瓜汁。很吓人的。牛蛙再摸。我喝苦瓜汁。刚才谁说自己感觉很棒？万一他咬了呢？他要喝两杯这样。不会咬你的。我可以保证，它这个不咬人的，但是面相很恐怖。那不要摸了，我喝苦瓜汁吧。所以你是要喝苦瓜汁吗？那可以给我看一下是什么东西？不能看。可以。其实是我。
但不是牛蛙。哎，好吓人啊！这就是蛙呀。这不是牛蛙。那这是什么蛙啊？这是梅花还是青蛙？我不认识啊。算过吧。这算蛙不是蛙。算过啊，我不认识这是什么蛙。小卡。你应该是自认为产能最大的哦。我们要不要先看一下小卡？哇！哇！好黑的，加油摸吧！很可爱的东西哦。哎呀，好摸吧，摸吧。是粘的，是一坨还是什么？一坨，是一坨，是粘的，一坨一坨一坨，是粘的。还有吗？呀，是粘的。哎呀，你别吓我！要摸到了，他跳了一下。不是，他跳了一下，他跳了一下。你别吓我！哇，狗错错错，是嘟嘟吧？摸一下呗，我去，这只有玩偶啊，这是，这是他的朋友，他同族，我呀，这是，我要认真摸一下，圆的，你咋知道是圆的？是马吗？对，是马。他暴露信息了，这是神兽吧？对啊，我的朋友。那就行，那我猜对了吧？猜对了，好，恭喜啊，小凯！你还把人家，拉出来，你还把别人拉出来，想砸？千玺，刚才谁吓我来着啊？谁吓我来着？千玺，你现在觉得怎么样？我现在很紧张，待了那么久。是吗？最后一个往往都是最、最恐怖的。别说，哇！黏黏的耶！这个不会动吧？这个不会咬人吧？会咬人，会咬人。和我这个有一拼，和他这个有一拼，和我这个有一拼，他这个有一拼。愿上帝保佑你。阿们，你们这不是暴露吗？摸吧。注意，这是很多很多很多哟。你告诉我哪边有？都有，很多很多很多。全都是。一起吗？对。一群神兽。做好心理准备。心理准备。呀！它都会咬人吗？会咬人吗？会。不会咬的，死了。哥。啊！我都确定会不会咬人，不会咬人我就直接摸了。不会咬人。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摸头不会。脖子上的是头。不会咬人的。真不会咬人。还有下面，往下往下摸底，摸底你就摸了。往右边，这边没有，右边对。哦，碰到了。碰到了。不是。哦。我要拿出来扔他脸上。好，给我那个板凳丢在我脸上。往下，他头对没对着我？没有，这是尾巴。你摸的全是尾巴。摸到一个就直接扔我一下。蛇，我还真是真的去摸。哇，活的，真的是活的。摸出来，这是尾巴吗？对，尾巴，没问题。这些真的是活的，我骗你。哇，好暴力。活的。好暴力，千玺。哇。活的。拿头，千玺拿头，捏头，扔，要捏头，哇，厉害，扔他，扔他嘴巴里，扔他嘴巴里啊，哎，卡在那了，卡在那，好大的味儿，卡在那，哇，我手上有血，好，恭喜千玺也答对了，回答我们的宠物给拿出来，宠物，所以今天唯一没有答对的应该是王源是吧？号称胆量最大的人、啊我有答对啊，好，有答对，有答对。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游戏环节。我觉得我在这个环节的效果真的要出现了，耍宝吗？
终结某人又当裁判又当选手的功能。谁呀、啊？谁呀、啊？不知道哎。你说谁？不知道哎。我吗、啊？有吗？有。哎，你们说有没有？有。看见没有？你被终结了。啊，那被终结了吗？好，我们不动时间了，先看一下游戏规则。给大家讲游戏规则了，有没有？好想我哦！这次的游戏是通过抽签分出的每队三人将要合力完成三项的游戏挑战哦。第一项挑战，挑战成员将从悬挂的五只气球里找出含有通关字样纸条的那只，你到底能否忍受下有光脚在超帅的按摩垫上跳跃、上吊、有各种物品、液体气球的爆炸呢？当第一个成员找到通关纸条后，第二项挑战就是用手里的投掷球将五只标靶打倒。可是节目组只准备了三只投掷球，明显的不够不够不够啊！你是想让我们第二挑战者捡球都捡到精疲力尽吗？当五只标靶倒下后，第三项挑战也要登场了。第三位成员，请尽情的一口气吹灭十支蜡烛吧。什么？吹不灭哦？那给你一个方法，就是用手里的打火机将蜡烛全部点燃，再来一遍吧！哈哈哈哈，我是不是超级的机智呢？三支队伍，泳池最短者获胜。我关心的倒是谁会垫底呢？我们到三组已经分好了，我们先抽一下第一组。对，我们是第一组，我们的口号是：我们是第一组耶！哈哈哈哈，我们的队名叫第二组队，少数二五二，所以二。第三组，我们是第三组，耶耶耶！这跟我们这组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三个多了两个，大家的队形都蛮有创意的。是。都比如，哎，你要用头顶，要埋下头，低头，你低头，低头。你低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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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头。哦。看看看，爽。哦。罗晶晶好威武！哎呀，好痛啊！就这个角度，超拼了！耶！终于爆！应该是关关，增加快上，使劲使劲！捡球有王源呢！哎呦！一下！哇！特写！哇！哎呦！帅呀！哇！这么近你不早说，我已经爽了。冲一点。我不行。文员，你觉得你们会得第一名，倒数第一名。哎，现在轮到我们的第二组的 second team， 就是 second team。没有歌吗？没有，虽然说语法上有，但是我们不想用。你们这组谁跳？他跳。刘志宏吗？对。你看这个节目组很照顾，看见是你想跳，特意把机会换。小心脚啊！卡尔。刘志宏慢慢跳，不慌不慌。小伙子就是黑蜡。对。好。三二一，开始！哦，刘志宏慢慢的，不急，不急，不急。开始，蹦！哎呦！哇！哇！好拼啊！再继续，继续。再差一点点，不准！满屏啊！他说风雨中的点头和着，再来一遍啊！一、二、三、五、幺、喂，自首！哦，前面一点，就这样。再点，再点，最后一个。哎呦，一看就过了，高登选，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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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高点，扔高点，扔高点，对，搞一个，好，哇！
声。这算什么？他位置是不是靠前呢？你看他腿上没洗啊，这两所以你们谁是顶球？一直在那卡着多好。所以天奇顶球，对，你不怕被顶水吗？那我先说。好，那谁投？我。明明是小小城市。好，那这是。我就吹他明明的气氛，老是跟他录歌，唱着唱着他就没。不行，也得试一试啊。嗯通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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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没有那样的运气。来，行，那这边呢？他没事，他们长扔球还要扔一段时间。没有我的这个。扔高点。这个，这准心也是。斜着扔，斜着扔，这样扔，就这样扔。我也真是醉了。这脚真是醉了。醉了吗？没倒，没倒。耶！这么给力，西罗。哦，什么时候收的？什么都没收。多少？多少？大哥。我们就最后一名了。Oh my god！ 我们不叫王源队，我们叫第一组队。你名字叫错了，所以惩罚没有了。好，就这吧。OK， 又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惩罚还有奖励环节，我们先恭喜第三组队，对，再赶紧下一心一念福报卡，每人一张。黑月人，谢谢。你很卡啊，请吃饭啊，吃一个。那万达百货怎么请吃饭？下一是 Second Team， 每人一杯，哇，真的谢谢。这个奖励真好，奖励真好。我宁愿跳绳，行不行？那我们换吧。跳绳真的很。我们换。我希望跳绳。我们换，我们喝苦瓜汁。我们换吧。好，换。好，我们换。我不换。好，我给你换。我给你换。这个很大一杯，到后面越来越难喝。真的换？好吧，确实我还不敢倒的，到后面越来越难喝。我不想喝这个。算了，我们占你便宜，好，一口气闷下去。这个不苦，王源第一组队，耶、yeah ，是第一组队，不是很开心了，对，很开心。我们其实你们的惩罚很简单，完了就是跳舞一下，对对对，跳绳，好，只不过要穿上我们的这个鞋而已，好吧，就五下，还是麻烦我们的，好简单呐、啊，真简单呐、啊。好简单嘛，是黄种的，刘是黄种，这个好痛的，是每一个人都要跳吗？啊、一共五，要先吗？我先跳，那我第二个，哎呀，哎呀，有点软，确实有点难。什么感觉、哦、要不要喝一杯呀、啊、一般的感觉我开始了，好，王源，加油。哎呦啊！不，这不是我的错啊！这质量不好吧？重新来！盗版的吗？啊！好爽！看着我们的王源小分队穿着如此销魂的拖鞋完成惩罚，又是如此的痛苦。刚才又是谁说想用苦瓜汁换跳绳？所以大家先休息一下，好吗？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游戏环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男生剧院第一次第二次还有 live 环节。如果大家刚才谁说不通的，我们再关注我们的官方 QQ 空间。耶！来，下次再见。
西，我跟你说件事。又什么事儿啊？一惊一乍的。这开学不都是八年级吗？今天我在学校撞见了好多七年级的学生。所以咯，这算事儿吗？关键是他们不懂规矩啊。今天我去老邓那检讨没做暑假作业这事儿。哦，你又没做暑假作业。是谁在暑假之前告诉我说你要督促我写作业？每一次一督促呢就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知道你不会做。先别管我作业的事儿，听我说，在我去办公室的路上有一个七年级的跳出来把我的可乐给撞翻了，他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说就走了。你说他们懂规矩吗？那你去检查错误还带可乐，你懂规矩吗？我拿可乐是为了给老邓喝。你是不是还要听你讲话？几年级的？是不是新来的？你干嘛？快坐下！快坐下！同学，我朋友今天被老师骂，就火气有点大，别管他。问你话呢，几年级的？来我们自习室干嘛？啊，我七年级的，不好意思，让我现在走。同学，等一下，等一下。你坐坐坐坐，我替他给你道歉，他平时真不是这样，就今天火气大了，别理他。这自习室也没写我们年级专用，随便用也是。我叫马思远，是八年级二班的班长，以后多认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我是七年级二班的千纸鹤。千纸鹤，我还信不信呢？你能不能安静点啊？同学，这位是天宇文，这两位是他的弟弟天宇寻和天宇浩。以后你有什么不懂的就可以问我。介绍我们知道吗？我有同意你报我们的名字。嘿，宇迅哈，我说你们哥今天吃错药了吧？他根本就没吃。对，你跟他一个班那么久还没有习惯。又关你们什么事啊？对了，你刚刚说到哪了？都说关你们什么事？我写作业安静的。那个马思远，我能问你个事儿吗？说。就是咱们学校是不是有个叫 Carrie 的学生？ Carrie 男生，你认识他？上学期六年级放学的时候被一群中学生欺负了，就正好你们学校一个男生路过把那些中学生赶跑了，问他叫什么，他说叫他 Carrie 就行了，我就想来这所学校跟他说声谢谢。所以 Carrie 真的是我男神，这种见义勇为，这种见义勇为的事情，我相信你一定做不出来。Carrie 如果这学期还在这个学校念书的话，就应该上九年级了。如果是说他转学了吗？对，上学期就不辞而别回美国了。可是他跟我说这学校很厉害啊，所以我才回来念书的。为什么会不辞而别？他也会夸这学校厉害。黑人男生夸我没有，我处处偏袒他，他应该夸我了呀！夸我没有，夸我没有。回来，这关你什么事啊？瞎什么话？就是，你们又不是黑人，怎么知道没夸？夸了。在这个学校，我有这么多朋友，为什么不夸？你的位置。喂，不认识我了？对，你就是那个 Carrie 吧？你是？上学期你帮我赶跑一群欺负的中学生，我是千纸鹤。哦，是你？你也来念这所学校了？是啊。你怎么又回来了？喂，干嘛这么冷？
难道都不会想我？想想 ，Harry 男神，我做梦都会想到你的。我作证，他说是真的，做梦都想到你去妈妈叫声胖虎。所以我就回来了。喂，干嘛呢？不出声。我猜猜，生气了。什么事又惹得我们马班长生气了？向他封信，一声不响就走了。他可生气了好几天。虽然我也很生气，但是你一来，我那气早没了。啊！男神，加油！所以你还在生气，我没有告诉你们一声就有偷偷跑的一件事喽？朋友会这样一声不响的走掉吗？我有给你们留一封信啊。信？什么信比得上说一句再见重要？就那封哦，你看哭的那封。你别拆我台。那之后你不和我们联系，总是你的错了吗？我有跟你们打过电话。哪有？你挂了。我哪有挂你电话？真的有。我除了骚扰电话，从来不挂别人的电话。觉得 Carrie 到美国去了，还是用中国的手机好吗？写信告别也好，打错电话也好，总之这次我不走。爷爷想念这座城市，我就陪他一起回来了。我爸答应我，在我念大学之前，我都不会离开这座城市了。真的吗？那不是太好了！你说话呀。不说，有什么好说的？那我请你们吃饭吧，就当我为不辞而别的道歉哦。好耶！不吃，不稀罕吃。哎呦，老师，要不我在吃饭的时候再好好跟你们道歉吧。宇文，帮我劝劝他。去嘛，马思远，去嘛。Kevin 老师好不容易请吃一顿饭，你就去嘛。我知道你对人又好又温柔。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肉麻死了，去就去嘛。不过 Carrie， 如果你的道歉不诚恳的话，那你以后就不要来咨询室了。不是说这不是你年纪专用吗？他说像。当然诚恳，你看我的双眼是充满了诚意。那个千纸鹤哦，对，千纸鹤，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吃饭吧？我现在就叫卫斯理，等我老地方见啊。老地方哪儿啊？校门口啊。在这个时刻，我想起喷泉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离开时的不快乐，你用卡片书写着，有些爱只给到这，真的从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在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得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懂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这是回忆的音乐和它旋转着，要怎么听呢？
你的辉煌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像几盆圈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很定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离开时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只给到这真的痛了、哦、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一起数着，你在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在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离开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和爱旋转着，要怎么听呢，怎么了，你的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我都还记得，你不懂了，说好的幸福了，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和歌旋转着，要怎么听呢，上学期念六年级的时候放学，然后被群中学生欺负了，就是你们学校有个男生路过把我给，不好意思，好把我给去嘛，马思源去虽然我也很生气，但是你一回来我那气儿早没了，他男生加油，吐口水。那个千玺哦，千玺不过 Carry 失去了。哎呦喂，马思远，可骚，可骚，可骚。开学。不是说这个不是你年级专用吗？他是老大。如果你的道歉不诚恳的话，那你以后也别来自习室。自习室是公共的。这是千纸鹤的。